庇护城一战到底。中午11点，又是打豹子的时间。这一次，小趴只打了910万的输出。秋日战区率先击败，用了17分39秒，比第一次慢了很多。晚上的半决赛又是熟悉的味道，60人罚站，对面没出人。最终乙战出了57人，猎人出了6个人，罚站取胜。风暴战场清河对乙战，炽热战场盛世对归鸿，旷野战场北方以北对乱象，荒草战场沉浮对九州，黄沙战场神川对圣域，光明没有晋级。然后就有人来评论区扒吧，光明这次直接让给了盟友，所以秋日森林大区拿城的机会，风暴战场必拿一座，荒草战场如果沉浮赢了，秋日2座城，输了秋日只有1座城，只有1座城哎。所以小方还是希望沉浮能加把劲把那个九州给按下来，决赛咱们拭目以待。